今晚实在有健康，吃什么嘞？剁泥虾球沙拉，黄芥末进来。哦，我的最爱。来点蒜，你不要多。好有趣哦。这样的香气会比较足。那再来这个的酱汁呢，就把它。这个太厉害了。真的很厉害，好棒哦！酸酸甜甜的，今天下午6点，超市实在有健康。